现在拿第四卡来卡位 BFT， 按 B 键，蓝灯闪烁两次，再按 B 键一次。先按 BFT 一二键发送种子代码，蓝灯闪烁几次，拾取种子 OK。现在来压住 E 键，来拷贝，蓝灯常亮，拷贝成功，再一二三四，一键生成，生成四件。 先压住遥控器的 AB 两个键发送种子码，按学习通道一，红灯常亮，表示识别种子码 OK。再压 A 键灯闪烁，表示 A 通道学习成功。好，那再来学习 B 键，同时压 AB 两个键。 灯常亮，再压 B 键，灯闪烁，识别学习 B 键成功。A。